地，把眼睛闭上，给你也尝尝。哇，又黑又肥。你好狗啊！哎呦我的妈！姐，看想吃吗？想。三二一。啊！啊我的呢？没了。可是进来不容易。大炮，大中，大叉，姐，满姐一直都不够，不够再来一只。虚骨之那一刹那。姐，这头啊，吃鸡包在我身上。为什么？赶紧打一个也打一个。好感动啊！放心，姐一定会对你好的。哇哦！拿到我给你的，快乐就是就像这盘是深夜追剧的正确打开方式，换钱先来的小果子，干杯！快乐就像，别让我讲给你听啊！开动吗？先来浅尝一口这会爆汁的苹果鸡。哇！哇！一口咬下去，鲜嫩多汁。哇，真的可香了，满满的黄油蜂蜜香味，里面的肉一点都不柴，因为呢特别嫩。来弟，把眼睛闭上，给你也尝尝。哇，又黑又肥。啊、你好狗啊！哎呦我的妈！来弟，刚才喂错了。苹果吃起来像冰糖水泥一样，光光滑滑。嗯，我说了，谁叫你刚才捉弄我？姐，我还给你留了。啊